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进行我们的五帝乾隆复盘课。因为今天这个大势啊，让我们大跌眼镜，走得非常的不好啊，是黑色的星期一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刚才大家听到了，我的心情很好。为什么我的心情很好呢？是因为我们的队员太牛了。我们的队员照样可以擒龙捉牛，这说明我们这个量学技术太牛了，太过瘾了，是吧？哎，只要大家把量学技术学好了，我们就可以逆势擒龙。哎，不管你大盘涨与跌，好与坏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大盘的情况。哎呀，还是要运用量学技术知识，把它分析到位，做到心里有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量学技术学好了以后，我们心里就是定定多多的。大跌怕不怕？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大盘要跌，只要我们清楚风险所在，我们能够实时的躲过风险，大家说是不是一种快乐？这肯定是一种快乐。那么进一步的说，如果我们既能够精准的躲过风险，又能够逆势擒龙。大家说这快不快乐？哎，这就更加快乐。所以，我们王子老师的话讲得非常好：“进退有据，速战即归，一注一线，快乐赚钱。”只要我们学好量学技术，按照标准去进退，那是任何时候都是快快乐乐的。好，我们就是变成快乐炒股了，好吧？那么，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复盘，一起看一下我们当前的形势。在交流之前，我们郑重声明：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我们集训学员必须做到四不得、四不要。哎，这哪四不得、四不要？大家就详细自己看，我就不多讲了。免责声明：过往案例仅供参考，不做未来收益保障，据此操作风险自负。我这里所强调的，我所讲的案例，大家不要因为是我讲了啊就实盘。而是呢，大家自己看懂了去试盘，对吧？只要是大家自己看懂了，任何的票你都可以去做。问题是要自己看懂，而不是因为我讲的，不是因为龙队讲的。所以过往案例仅供参考啊，不做这个操盘的依据啊。那么，因为我们量学技术是不是？这个我就阴阳轮回、动态平衡。揭示规律，解剖密码，用这个16字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。它就是一个股市科学，好吧，是一门股市科学。我们量学龙为五，定心三智慧，大家看到这重要性没有？只要我们不见到龙头不动心，只要我们不达标准不开枪，只要我们九阴真经不放手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可以定心的擒龙捉牛，是不是可以定心的擒龙捉牛啊？所以说，我们不要着急啊，看准了，定心三智慧，要做智慧之人。只有智慧的人，我们才能在这个股市里面求得生存，才能够长久的这个取得发展，能够长久的盈利。五定擒龙操盘体系，我们大家牢牢记在心里。周末的。昨天给大家，我们重点讲了伽利图，是吧？伽利图，这些都是标标准准的，是我们的量学 KIG LWV 这个经典的案例。但是这些股票，我们必须定下心来去等待观察，必须定下心来去研究到位，所以是需要智慧的。如果一个不定心，就研究不到位，我就没有研究到位，是不是？我是马后炮跟大家一起研究的，定位是核心，量线定位、量柱定性、量线定价，这拐点是量线，量波定势，这相结合。总的来说，这五定擒龙，大家好好体会。等会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五定擒龙也是适用于大盘的。我们在当前的大盘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多的不讲，我等到明天可能就给大家。来进一步讲这个我们的量学七大测试杠杆，明天给大家讲量学啊，我们的七大测试杠杆。所以
近期我们这个大盘分析了我们的量线的，是吧？量线，大家有没有体会到？有没有体会到这个国分线的价值？国分线的价值，大家有没有体会到？3491点，对吧？哎，3491点左侧的这个真底国底线，在右侧形成分顶线、国分线，然后它在这里面还形成了一个什么？哎，交点，交点是什么？3500点，对不对？3500点又形成了一个什么？分顶线，是不是分顶线？国分线，我们量线有没有方向？量线是有方向的，只不过说需要我们用心去研究到位。经过反复研究，我们说国分线它是怎么样？单向的性质是涨的，后是要涨的，而分国线是单向是涨的，国分线它就是跌的。哎，国分线它就是单向方向的单向性，它就是跌的。所以只要这个地方没有有效突破，我们就得小心，是不是就得小心？这是一个最近的给大家交流的量学的重要的知识点。第二个重要知识点是不是给大家强调高亮柱？强调高亮柱的重要性。一个是这个高亮柱，一个是这个是不是也高亮柱？哎，高亮柱的定义是动态的，不是就这一根高亮柱。到了行情发展到这里，这里它是高亮柱，是不是这里是高亮柱？这个就是。这个价值啊，哎，就非常有非价值。那么这个高亮柱作为一个标杆，我们这一天之后能不能继续下跌，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这个白日高亮顶，是这个小的高亮底。所以昨天能不能下跌呀？昨天就不能下跌。昨天一旦下跌，它就是针对它的跌破高亮底。而针对白日高量，就是从上向下跌破高量顶，所以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，用在个股上是一模一样的，标准是大盘用在大盘和个股上，它的标准都是一致的。只要我们手上的个股跌破高量底，跌破高量顶，都应该怎么样？跌破高量顶，逃命最要紧，跌破高量底，灾祸等着你。看到没有？是不是灾祸等着你？哎，昨天就跳空下跌，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，对吧？是不是不祥的信号呀？那么到这个位置再次跌破，干今天干什么？今天把这个白日高量底都给它跌破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今天这个大阴是不是？经常，我记得我周五晚上公开课的时候。公益课现在叫公益课，是不是就讲了？如果今天量波呈现明显的弱势，对吧？如果量波呈现明显的弱势，有效跌破这个高量底，那么这风险就很大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就风险就很大？哎，所以这个都是知识点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学会了，我们再综合的运用。好，今天我们上证指数啊还好，是什么？长阴短柱，对吧？是长阴短柱，这么长长的阴，跟比昨天的阴，是不是长得多？比它长得多，但是这个量柱呢，说基本是平的，是不是基本是平的？然后今天最低点是3360点，好在它左侧怎么样？哎，有3361点，是不是谷底线？这里有个谷底线的支撑。那么按照我们学习的量线的三项。规律，这个位置应该干什么？量线的三项规律告诉我们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反向拐点还是加速拐点？是不是极点？又是极点，又是交点。我们常态这个地方应该形成反向拐点，是不是应该有反弹呢？就是应该有反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常态。但是如果该反弹不反弹呢？啊，还加上我们的长阴短，加上金融回踩，就是国底线，所以明天应该反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反弹。
如果在这个位置该反弹不反弹，再把下面给明天再像今天的量不那么弱的话，那怎么样？又可能出现打阴，对不对？那就又可能出现打阴。哎，记住啊，我讲的，我给大家分析行情，我都是重点讲知识点，这些知识点可以移植到个股上，哎，个股上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到明天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样讲，大家意思明白了吧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大盘这个位置明天应该反弹，如果出现反弹了，怎么样？咱们就可以精做个股啊，继续精做个股，然后跟上明天的日点线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如果明天继续下跌，变成加速的向下跌的拐点的话，这个时候整体风险会比较大。这个时候我们原则上一定要控制，但是对少数的龙头牛股除外啊。这里就说大家要小看不懂的，尤其是新兵、新队员、新队员，要给我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看不准、看不懂、看不准的，千万不要盲目下手。哎，只有这个时候是老兵的达人的行情啊，那老兵达人的行情，这是大事。反弹的话，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。我们的标准很清楚，鬼门关是大关，不过鬼门关我们还得小心。那么，因为今天的阴比较大，我们可能第一步不一定到达鬼门关，我们看关注它的下三一位啊，下三一位它的斟酌。好吧，这是上证指数这个情况，主要根据大势我们来研判风险的大小，好不好？然后决定我们操盘的策略。我讲得清楚没有？清楚我就少讲一点，清楚回复七，清楚回复一下七。啊，所以大家只要执行标准，怎么样？大家只要能够执行标准，我们完全就可以这个躲过风险，享受上涨的机会。好，那么顺便说一下，当前的日点是不是轮动很快？当前的日点轮动的相当之快啊，相当之快，所以大家不要追热点啊，不要追热点，更多的是盯住里面的龙头个股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看几个案例，等会我们再去看一下。哎，我们这些经典的案例啊，浙江建投，浙江建投，我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下呢？这只应该是近期的一只难得的。啊，近期的一只难得的，应该是龙王级别的。那么它的从日点上面，它是建筑“一带一路”，对吧？乡村振兴，它还有新零售呢，装配式建筑 PPP 模式，对吧？都是近期的日点，它是近期的一个大龙王。那么这大龙王有的时候啊，它可能还会怎么样？哎，强者恒强。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，大家看看浙江建筑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这个龙王它后面还会不会有机会。大家看我们标准是什么？量线，是不是标准是量线？这个今天最低点是18.1块，而我们这一天的最低点是18.18块。今天有点不好啊，有点不好，就是说这个低点，今天的最低点比这个低点比较低一点，是有点低一点。那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看今天这个收盘价，这个是高亮柱，好，但是有个好的，这个收盘价是20块，今天收盘价多少？20.03块。20.03块。那么我们不要去多想，我们在研究这种的票。今天对了，今天是什么？是假阳真阴，假阳真阴是不是务必当心？假阳真阴务必当心，这是从这个量价建构。但是这个假阳真阴啊，大家注意，它是调整之后的，不是从高位的。如果在这一天出现假阳真阴，一般来说也要小心的啊，常态小，到这个位置我们也要小心。不过这个位置就有点变态了，那么这里面关键的就是我们什么？就牛股三绝，牛股三绝这个是不是高亮柱？这个高亮柱有没有破？
哎，这个高亮柱是借助主侧这一个，对吧？这个涨停基因，看到了吗？它高量是没有破的，那么今天收盘还收在这个高量是顶之上，所以这只股票啊，只要这个高量不破，后面有可能干什么？不排除还有继续起来的可能性，啊，这个注意啊，这是针对龙王性质的，好吧？哎，这是针对龙王性质的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啊。那么这个票我们就作为我们一起讨论的哈，那么具体的观察，如果明天再来一个跳空阳，对不对？哎，明天一个跳空阳，量波强势的话，如果它能够再上涨的话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激活这个市场的人气，因为这两天的下跌啊，确实是比较凶狠的，啊，我这样讲是吧？我们标准就在这里，好吧？就要站稳这个高量顶，哎，20块，我们跟踪研究一下。那么为什么研究它？就是因为它是大龙王，而且这一天大家注意到它是什么？它本来是一个价板量缩的，价板量缩是不是应该上涨啊？哎，如果主力庄家在这个地方出货的话，他应该干什么？他应该是正高位震荡，但是昨天他也是，我看看，哎，直接低开拉拐，然后又下跌，就是说这个不符合常态，是不是不符合常态啊？不符合常态，这就有可能有假啊，有可能有假。然后今天呢，又是低开探底又回升，啊，这样讲嘛，这是低开探底回升的走势，明天不排除有涨的可能性，我们关注一下，研究一下它的动态啊，但是不要盲目实盘哈，这是这个案例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注意一下。那么我所高兴的是，哎，我们这一次队员呢，通过前期的学习，擒拿三羊马，擒拿开开实业，擒拿我们的金兰科技等等地天板以后，哎，我们队员就把这个玉海饲料这个擒拿了。那么这只股票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逆势涨停。所以我们这里标准，这就是次权三冲战法。你只要高量不破，你只要高量不破涨停，高量不破涨停，然后这个价板量缩，价板量缩到这一天，大家看又是高量。但是，结果今天怎么样？又直接跳空涨停。说实话，有些话不能说得过分。大家想想，我知道今天应不应该涨？大家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不是高亮柱吗？高亮柱不是应该跌吗？但是这一种股票，大家要清楚，这几天怎么样？这几天都是明显的异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几天全是明显的异动。从这边放量可能还不明显，不算明显，但是这一个阴是不是异动啊？这是明显的放量异动了，是不是异动啊？这一天量放大了，价柱却变成缩小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阴梯量啊？阴梯量。好，结果今天以后该跌不跌，又涨停，又是放量的，是不是？又是放量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三天呢，都是明显的异动，特别明显的异动。那主力庄家那是谁在干活？这是强庄在关注啊，对吧？这应该是强庄比较有实力的庄进来了，所以在这一天价板量缩就更好，就处处这些。什么样叫牛股呢？跌得凶，涨得也爽，哎，或者说跌得爽，涨得也痛快。对吧？就是这样的股票才往往成为龙头牛股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昨天来那个地天板，大家说强不强？哎，就是上周五我们这个地天板，它肯定是强势的，好吧？啊，所以这个票应该是要，啊，我的心中判断它应该是要牛的，它后面应该，至少先有4个半，对不对？包含今天这个涨停板。啊，后面至少应该还有4个板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因为这个大家看是不是有跟上热点？它是次新，然后又是饲料，是不是饲料啊？呵呵，有意思。这个饲料不是一般的饲料，
是那个这个渔业是吧？海洋渔业与水产品的资料，所以这跟我们的民生有关系的，密切的关系，好吧？这就是量学的标准啊！哎，恭喜啊，恭喜大家已经掌握了四旬三通战法，还没有去特训班，有的队员已经领悟到了啊！这按道理这是次特训班的一个高级的知识点，四旬三通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标准很重要，另外一个就是大理药业，是吧？大理药业，哎，大理药业这个两个涨停板，我们就开始跟踪了。这个涨停板接着涨停板，今天继续涨停，大家说这应不应该扭啊？哎，这只股票也是应该扭的啊，这边洗得非常的到位，然后明显的异动，明显异动再下来再洗，这个是大级别的 V。量柱群是不是大级别的位啊？哎，就这挖个坑也比较大，那么这量柱也缩得明显再起来，这个就是大级别的位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有队员对这个黄金仓跟黄金劫还不是很清楚。黄金仓我简单的说要点，黄金仓它一般就是要建立在三级、五级台阶基础之上，哎，要有台阶搭的比较，一般最好是有五级台阶。然后呢，它一般最达不达到第二级台阶，一般在第三级台阶之上，啊，也就3到5级台阶打结。如果三级台阶打结打到2级是可以的，如果5级台阶打结，一般打到3到4，这个叫黄金仓。啊，就打的有建立在黄金梯之上的洗盘，而且调整的幅度不太，一般不会太深。但是黄金劫它也是洗盘，只不过是说它也可以是建立在黄金梯之上，但是呢，它的跌幅往往就比较深一些，它打结的幅度是比较深，力度比较大。哎，比如说5级黄金梯，它可以打到2级。对不对？甚至可以达到一级，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干什么？极端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第一级黄金体底就给击穿了，啊，能够，但是那种击穿呢，往往是无效的击穿。也就是说，黄金仓跟黄金劫就是黄金劫的力度更凶狠，好不好？力度更凶狠啊！我这样讲清楚吗？你像这个，我们应该把它归成黄金仓还黄金劫了，像这个走势，这个走势我们就应该把它定位在黄金劫，好吧？哎，这一步的跌的幅度就比较深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这样讲明白吧？明白的意思是不是？哎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劫后，黄金劫后的上涨，哎，黄金劫后的上涨，主力庄家。而且通过这两天的量价竞购，备量注加备量注再加缩量注，哎，所以这只股票按道理也应该走牛的，对吧？也应该走牛的哈，这是这个大家得注意跟踪研究，但是不要盲目试盘，一定要按照标准来，好吗？这个今天完全过峰了，会不会来一个过峰保顶，对吧？哎，那会不会来个过峰保顶啊？哎，为什么说应该上涨啊？应该今天是放量的。近期它是最高的量，但是跟左侧的量比，它是缩量的。我这样讲意思没有？啊，就是说，从这4天的来说，今天是最高量，所以明天有调整的压力。对，今天放成交量了，明天有调整的压力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这个量是温和的放量，还有我们这个量跟左侧这个什么，这个是一个战略分。明白吧？这是白日高量战略分，它跟它比，我们跟大家讲过，主力它的是什么？在低位拿筹码，在高位要派发。那么怎么样是明显的在高位派发？那么你必须在高位明显的放量，啊，那叫真正的派发筹码了。也就是这个，大家凭这种判断，主力庄家有没有在高位明显的派发筹码？哎，应该是派发不了的，而且我们这个今天量波的表现，大家看这个量波只是要结合起来啊，哎，有没有在高位明显出货呢？
没有明显，就这早盘的时候出个阴量，但是这个阴量跟整个集合竞价开盘后的这个量比起来，它还是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小的，所以这个怎么说？所以说这个知识呀，这个知识量学知识呀，这你必须系统学习，然后呢，哎，必须心里有底，对吧？因为心里有底，不然的话。你总是这担心那担心，明明是一只龙头牛股摆在面前，却是不放心。为什么不放心啊？就是还是经验不足，哎，这个感悟不深，这个悟道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，对吧？有时候就是说，我们心里只能说这个已经肯定要走牛的，哎，但是呢，你不能把话说绝对，但是自己的心里要有那个，自己对看一只股票一定要知心里，哎呀。这个通过量学知识的学习，是不是应该要走牛啊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应该走牛啊？心里，哎呀，这只股票，或者说这只股票就要牛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像我跟大家交流这个某某饲料，哎，然后跟大家交流这个大理药业，对不对？那心里面像这样的票呢，就是要应该是要涨的。那么开开实业，那底部启动的都是的这样的回事，好吧？所以。这个案例，大家说是不是龙威五啊？哎，是不是龙威五啊？这个整个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大奥？这是不是一个二奥？就是这个图上，然后我们这个大是不是呈现一个整体，呈现一个 W 的量形？大的方面它是一个 W 的量形，然后再划分小的细节。大家看这个左侧，它是不是相当于 L 量型？我们抓大放小，是不是像L 量型？这个底部的成交量就是白日低量群。那么我们大家必须要清楚白日低量群的含义是什么？含义是什么？含义就是洗盘洗得也很彻底，洗得已经很到位，洗跌无可跌了。白日低量群就是跌不出成交量来了，那么这个底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白日低量群，原则上正常情况下应不应该再去跌破了？哎，已经没有再发就跌了，就是。那么好了，在这个白日低量群之后出现明显这个放量，那就是什么回事？又是什么原理呢？又是什么原理呢？哎，你这个第二五白日低量群，然后这边明显的放量，哎，在这个位置是干什么？哎，这个就是洗盘到位，这个就是大举吸货，是不是大举吸筹啊？这边整体它就是大举吸筹，吸筹之后为什么来了一个大的一个黄金节？黄金节提速就开始明显缩量，来了一个大 V。大位说明什么问题呀？哎，我这样讲，大家明白？大位说明什么问题呀？大位是不是说明这个地方吸了货以后，再下来正仓，正仓是不是正的洗的到不到位？哎，这个正仓就洗，说明这个位就是洗的很到位，对吧？洗的很到位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就一奥？这边就是两奥了，是不是一奥？这样的奥好不好啊？一奥、二奥，真底抬高，是不是真底抬高？然后我们这个二奥里面，大家自己再细细推敲一下，我们这个底部，对吧？这个底部是不是这个一个跳空的小元帅？然后这是一个背量阳，然后是不是两级黄金梯？一级黄金梯，两级黄金梯。对吧？然后这边是一个高量柱，高量柱左侧有个小分顶线，实际上这个我们是可以把它画出三级黄金梯的。接下来就牛了，对吧？接下来就直接就是看什么？哎，它这个涨停板直接可以涨停板画黄金梯，这个就是很强悍的走势。那我们要呢，真正把这个黄金仓、黄金节这些知识点理解透了，然后在黄金期结合起来，这坑奥拐，我们的坑奥拐就是高度的浓缩，坑奥拐是高度的融会贯通。
把这些知识点要能够体会到这边的成交量，一定要体会这个 L 量型，L 量型就是量柱群跌无可跌啊，那种形态就是白日低量群跌无可跌啊。然后 W 整体就是里面就含着些吸筹、洗盘、正仓过程。那么 V 型就是最后的关键起涨前已经确认洗盘到位，洗盘到位后面干什么？是不是往往就要拉升啊？这往往就要拉升啊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龙尾舞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啊。我们期待着后面再来三个涨停板，看看能不能，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。OK，这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些经典的案例，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今天啊，大盘在大跌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仍然是周六的公益课跟大家交流的，然后我们集训班讲也给大家重点交流的两个案例都能够涨停，对不对？都能够涨停。然后这里还有精彩的一个，这个共同药业。共同药业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为什么选来选去？我把它选又选出来，大家说这符不符合龙尾舞啊？这符不符合龙尾舞啊？哎，我们舞定青龙，这是符合龙尾舞的。它上市之后，在这个位置，它第一波，首先这一波强不强？这一波是强的，好吧，这一波强的。那我们看看它的涨停板，看到没有？利利索索的涨停板，这个是不是涨停板？利利索索涨停板，这个呢也是利索的涨停板。也就是这只股票，它从上市初期的表现，它就有牛股基因，哎，就有牛股基因。然后它后面反弹当中还有涨停板，反弹当中还有涨停板，这个知识点，像这个有涨停板。这只股票怎么样？哎，具有涨停基因，是不是具有涨停基因？那么大家看到我这根线了没有？有的时候我只要画一两根线就解决问题。这根线是国底线，是哪个国底线？是这个位置的真底国底线。这个真底国底线一画出来以后，大家请看，哎，上市的早期的最低的国底还在这儿。国底有没有抬高？国底已经抬高了，这个国底都抬高了。然后关键是这个国底，我们就是参考。那么问题是我们这边是什么？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们的量学三会充满三者智慧？我们给总结的，这里是坑道拐的什么？哎，这是前边的一波拉升之后，后边出现调整。好，调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国底，两个国底，对吧？我们抓大放小，这个相级别是不是三个国底？那么这是不是坑啊？对，这里就是一个坑，然后这边是不是第二个坑啊？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三个坑啊？这就是一个坑、两个坑、三个坑，这第三坑这个坑还比较大，幅度还比较深，有没有啊？三个坑之后，左侧是不是国底还支撑？大家想一想，机会是不是就来了？三个坑就是坑，往往就是坑到位了。那么到底有没有坑到位？这是坑。我们下面的量柱，是不是量柱？量柱到这个第三波这一波下跌的时候，大家请看，这个是不是 L 量型？这个已经形成了什么？哎，L 量型跟上前面是明显的缩量，架住是什么？一路杀跌，波浪滔天，我们量柱却是风平浪静，而且左侧又有支撑，量平衡，价有平衡，量有平衡，量价都找到平衡点，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是不是这个地方就表示跌不动了？哎，这个位置就表示跌不动的含义，跌不动了，所以主力庄家在这边就开始拿货。啊，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一点 W 的味道？是不是有点 W 的味道？
哎，就是这个地方庄稼就是在拿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继续在拿货，对吧？继续在拿货。注意啊，这个是啊，好，拿货的时候，大家看这个量价关系，哎，这是反复那个，不知道和连续涨是吧？连续涨，那个越是龙尾五的标准越高，它就越能够连续涨。我们昨天的加内图。加内图那都是缩量 R1 啊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奥顶已经缩量 R1 了，漂不漂亮？非常漂亮！哎，就是说量 LW 龙尾五越达标准越高，它越强，越是龙头牛股啊！我这样讲的清不清楚？好，这个是大的趋势，大家讲到了，这个是不是坑啊？好，这个坑，我们再把这个放大了。我们这里画出的谷底线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它的真底已经抬高了，所以这个案例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案例已经形成了，哎，R 了。我来给它画一个谷，那个再挂一个分顶线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再给它画个分顶线。哎，这个分顶线有技巧的，大家我这随手一画，大家说认不认可？这叫分顶线，分顶线。哎，这个分顶线就是要综合一看，形成一个，对吧？一个能够找到焦点就是最好啊，找到焦点就最好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凹，坑转凹是坑，有坑转凹，这里是不是相当于？第二啊，特别是这样吧，啊，这样看啊，这个中间多了一块是吧？哎，这个中间多了一块不影响，我们就要抓大放小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分顶，这个也是综合性的组合的这一块我们可以忽略啊，可以忽略。关键是这个是什么？一个凹，这边是什么？两个凹，是不是两个凹？然后在这个后面，大家请看。是不是长阴短柱？是不是 V 一下就 V 下来了，对吧？这个一定 L 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也就一下子变成 L 了，而且这个 L 下面它还是价升量缩的，然后再放量，这是不是 V 呀？这个位置是不是 V 呀？这个量型我们整体看，它就是比较漂亮的一个 V 量型了。这样，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这个 R 奥里面，大家再看 R 奥里面，大家再解剖一下，这是不是王牌？这个王牌是什么？是元帅。那么这又一个是什么？又一个元帅。再看这是什么？还是元帅，还是元帅，也就是元帅接力。那么就从这里看，它已经形成了什么？哎，形成了三级漂亮的元帅台阶黄金梯，强不强？对吧？大家说强不强？然后到了这个位置，像我们这种啊，它这个是高量，高量后面还可以画一级顶底互换的黄金梯，对吧？顶底互换的黄金梯，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又是一个元帅？一二三四五，应不应该拉升？然后昨天的涨停板，大家看是不是背量过奥峰2奥，对吧？是不是背量过奥峰的2奥？所以这只股票又是强庄金、牛股金，然后我们这一波调整又到位，又形成了一个中间还多了点时间，好不好？不要看这个 R 奥难看不标准，但是这个 R 奥有这一块意义更重要，就使得它的时间吸筹震荡的时间是不是更长，运作的时间就更长，然后更到位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启动过这样一个峰，应不应该长？哎，应不应该涨？今天应不应该涨？今天是应该涨。啊，应该涨！我这样讲，不知道是不是很漂亮的龙尾五啊？它也是一个很漂亮的龙尾五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比较经典，它是共同药业。啊，这个是高位的，我就不多讲了。那么这是
我们复盘看了一下，按照今天的行情表现，今天难得有一个板块，就是我们的婴童概念，对吧？婴童概念缩图一看不得了，还在高位啊，缩图在高位，但是放图一看呢，哎，它也还有点比较健康的。今天为什么它牛？今天牛，是不是因为它过风啊？看到没有？大盘不好不敢动，哎，这就对。那看不懂是功力不到是不敢动的，哎，功力不到，那你不动就正常啊。没说嘛，所以我说，关键是大家，我尽可能的讲，让大家更尽可能的明白，必须大家自己明白，自己看得懂，你才可以试盘。哎，你自己看不懂，心里没有底的话，那就是不能试盘。哎，你试盘的话，一个风吹草动，你就不知道如何应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哎，我们大家一定要自己看得懂，啊，一定要自己看得懂，好吧？所以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每天给大家强调，我也在努力的教大家，是吧？努力的把量学知识跟大家融会贯通的使用。今天就是为什么这个板块这么牛？就是因为它过风，而且这个板块指数，大家注意啊，它是什么？T 量柱 T 五啊，哎，是连续 T 量柱，所以前面没注意跟踪这个板块，说明这个板块有什么？短期有资金，哎，短期有资金都不懂的，这里就不是被动期货了。这个 T 量大家看好不好看？这个 T 量柱是比较温和含蓄的 T 量柱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主力庄家哎，在拿货，不停的拿货啊，有这个板块指数形成这样是不容易的啊。那今天对它就是形一个拐点，重要的拐点封顶，封顶一突破了就变成了加速的拐点，一个板块指数形成向上的加速拐点，大家想一想，这里的个股机会是不是就会精彩？哎，个股就会精彩。那么明天应不应该分化？明天应不应该分化这个板块？明天就应该要防止分化了。为什么？大家看，明天是不是到左侧这个分顶了？哎，明天已经到左侧这个分顶，而且这是一个大阴，又是大阴实顶，又是分顶线，所以明天它可能是惯性冲高，冲高就防止它回落。一旦冲高回落，是不是里面的个股就会分化呀？对不对？它就会分化。所以这个板块指数有时候是可以跟个股是紧密的结合起来的，啊，你紧密结合。理论上等第二波，不知道理论上等第二波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已经是位置比较高了啊，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。好，但是呢，里面的个股呢？对不对？里面的个股呢？哎，大家就可以研究了。今天它能有16只涨停，明天这个板块的有没有的个股会继续上涨啊？有些个股就有可能继续上涨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平时复盘怎么复盘，看什么东西？我今天就是又是一种复盘的方式跟大家进行的，对吧？反正总的来说就是看盘，分析大势。分析日点，分析我们的涨停趋势，分析我们的龙头案例，对吧？主要的都是离不开这些内容，核心就是要传播我们的量学技术知识，一定要把量学技术知识用起来。啊，我们的龙威武啊，大家哈，我们一起来看这只股票明天有没有可能涨啊？这只股票明天有没有可能涨啊？啊，301004，构建还不错。对不对？构建还不错，哎，不错在哪个地方？画千图，古画千图，擒龙，哎，古画千图擒龙。我现在把我的视频号啊，我的视频号现在叫画千图007，画千图007视频号啊，跟公众号稍稍区分开来，不然大家给我混淆了，对吧？量学技术007，然后是公众号，画千图007是视频号。好吧，跟大家分开。好，大家说这个地方画国底，封顶线怎么画？哎，这个地方画封顶线的，画两条线一画，画的好不好？
大家说这条分顶线价值好不好？这条分顶线价值就高的啊啊！我的知识点是不是跳得很快？知识点是不是跳得很快？又给大家讲分顶线了。你一画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这一条分顶线一画，意义就出来了，是不是意义就出来了？是这条分顶线太好了，哎，所谓就是要这个分顶线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呢，再看下面呢，下面我们再画一下啊，我们再画一下，再把这个谷底线给画一下，最底的谷底线。好，这条是谷底线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条是谷底线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大家看，我再跟大家一起，我们一起来，这样一看，左侧是不是挖坑下跌？这个是一个坑，应该这样画。这是不是二个坑？这是不是三个坑？哎，一坑、二坑、三坑，往往三坑的时候，我们看看它下面的量。这只股票左侧下跌的时候，大家请看，是不是在逐步缩量啊？哎，逐步缩量，跌，特别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大家看，是不是我们的 L 又差不多出来了？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越跌后面越没量，就已经形成白日低量群的位置，L 量型了。L 量型是跌，是跌不可跌，跌不可跌以后开始拉，又是熄火，对吧？熄火，哎，这里面就是又是 W 将结合了。熄火之后干什么？再下来又注意看，很有意思的，是不是一个小坑？是不是两个坑？是不是三个坑？嘿嘿，然后这个坑转凹，所以这个股票的坑凹拐怎么画？这个股票的坑凹拐是不是应该这样画？大的上面我们这是一个凹，这是两个凹，是不是应该这样画？哎，要抓关键，一定要抓关键，这个是不是核心的凹尖分？两个凹，然后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是坑转凹的小凹？小坑转凹，这地方是不是小 R 凹？是不是小 R 凹？然后就是 R 凹，就是我们这只股票是 R 凹，今天干什么？倍量涨停过左峰，是不是倍量涨停过左峰？量怎么样？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？是不是也是温和含蓄的？然后昨天是什么？昨天又是倍量柱。倍量柱加倍量柱，这个地方还有小的平量柱，拗口平量柱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面可不可以当成拗口平量柱啊？哎，这个是可以当成拗口平量柱，爆发猛如虎，是不是？然后，那么再说，大家再细想，我们的 LWV 这个整体是不是缩量到 V？洗盘洗的怎么样？哎，洗盘是不是洗得很好？所以你这样一分析的话，哎，好像有点意思嘛，是不是？好像有点意思啊，就是这么去复盘啊。我平时复盘就是这么复，看看有没有潜力。好了，这样一来的话，你如果你这个思路是不是就清楚了？看到有？哎，你这个画好是不是大阴实顶？这边的高量压力，左侧还有一定的压力，是吧？有了一定的压力，是不是要防止震荡？就要防止震荡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地方先看这个鬼门关，我就瞄一下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压力的会怎么样？如果这地方没有压力的话，那这票就层层层的，是不是就层层层的？但是现在有点压力，综合这个票应该不错，但是右侧建构好，左侧建构呢还有压力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临盘应变。这只股票未来应该是看好，是不是未来应该看好？但是呢，哎，昨晚觉得好，选出来观察，发现自己懂得太少了啊！观察是懂得太少了，我说话有点不客气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我现在跟大家共同进30多期下来了，哪些队员什么情况？有一些量友说我已经看书看两三年了，然后我说自己看书两三年也只能是一般的水平，好多地方肯定还没看懂，对
对不对？我是这样说话的，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说知行合一，什么样知行合一啊？你知行合一，你认知到位才能合一，你认知都不到位，谈什么知行合一啊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哎，要是我们认知到位了，那说做不到合一，那是问题。好多时候我们执行不到位，是因为我们认知不到位，我们的知识还欠缺得很，还欠缺得很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是的呀。那为什么叫艺高人胆大？你艺高嘛，你水平高了，你胆子就大了，你看得懂啊，有心里有数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都知识没到位，艺本领不高嘛，你当然看不懂了，对不对呀？是不是？所以就这么分析哦。大家想一想，它又是音同概念，当前音同概念，哎，说不定还有点意思哦。它还有是什么？它还是枝江板块呢。最近枝江板块是不是牛啊？哎，又是枝江板块，哎，所以我们就跟踪了这只股票，哎，把这几条线一画，大家看几条线一画，盘前三线一画就出来了，啊，盘前三线一画了，明白了没有？实际上，后面就应该采用什么战法？采用涨停基因战法和大阴战法。哎，大家看这个大阴啊，哎，我们再分析一下，这个大阴是什么阴啊？这个大阴是什么阴啊？对了，这么一看，哇，它还是长阴短柱哎。长阴短柱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长阴短柱它是真跌还是假跌？这长阴短柱是假跌。那么如果这样一分析的话，哎呀，你是假跌，大家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通过的压力大还是小？就是我们后面进攻到了这个地方的压力是大还是小？对。它往往就要小一点，所以是不是就容易过一些？对，是友军，是我们的老兵，是不是？老兵可能是老兵守在这里面了，对吧？所以是这个的要综合。所以分析股票，你若分析细的话，我们一只股票要分析细的话，要分析老久老久的了，很多很多的知识点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就是一个方法哈，这只我们到时候我们再一起观察观察哈，我们再往下看看，还是这个板块里的。好，孩子王，孩子王，大家说这只股票怎么样？相比较怎么样？它的孩子王怎么样？孩子王从整体的量价建构，是不是也还不错啊？哎，整体的量价建构，尤其是到这边，是不是也是缩量到位？缩量这个底部是不是抬高了？啊，我们怎么看啊？抓大放小，这是不是一奥？这是不是二奥？这地方是复杂的三奥，三奥里面是不是一个奥？是不是两个奥？是不是应该这么画？那么这边是不是洗盘洗到位了？洗到位，这边是不是开始拿筹码？拿筹码，这地方是不是在做黄金仓？是不是相当于在做黄金仓？做了黄金仓以后，再启动过这个峰，应不应该涨停啊？这个拐点应不应该出来？大家看这个拐点应不应该出来？好，而且这个左侧有一个白日高量，你看我又画条线，大家看这画线太重要了，我这条线一画进不有没有意思？这一个是上市后的高量的实顶一画。不就是形成了一条分顶线加白日高量顶战略峰，战略峰出来，所以今天如果盘中跟踪这只股票过峰，应不应该涨停板？是应该涨停板，而且今天是 T4 变异过多峰，看吧，这前面两个是平量柱，然后接下来一二三 T3，昨天是 T3，今天是 T4 过多峰，明白没有？但是这只股票呢？这只股票从整体量价建构是可以的，位置也少，位置定性是好的，量价建构整体也是好的，但是庄性强不强？庄性强不强？哎，它的历史上的基因强不强？
它的历史上基因是一般性的，那就是分有涨停板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样的股票能够牛，什么样的股票能够后劲足，就要看它前面的基因强不强。同样的位置，如果这个左侧的基因特别强的话，那么这只股票大家想一想应该怎么样？哎，如果左侧的基因强，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是不是叫牛啊？那么叫牛啊。但是由于它左侧的整个建构一般，哎，一般性，那么后面涨呢，我们就不能期望过高。我这样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吧？我讲得清楚吗？讲得清楚回复七，不清楚回复四，让我喝口水。都清楚是吧？所以这个都要慢慢来的哈，这些都是要学习的。什么叫庄心强？什么叫庄心弱？我们都是农业五开业季，是不是？我讲的可以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鼓励，给我送花呢。所以这个农业五这个，我像我们当时这些案例，那就完全不一样的，那庄心就很强，所以说才能够这大牛。哎，包括我们这个饲料。我们饲料这支票，你大家想这两天这个异动异的强不强啊？哎，这个大家要体会，我们就量柱的语言，哎，就量柱的语言，大阴大阳，就是大阴大阳是不是异动啊？明显的异动，高量顶底，大阴大阳，这就是明显异动，这就是强啊！包括这个家大理药业，对吧？哎，这前面这个都有涨停基因，非常强悍的，跟基础就不一样。好，这是孩子王，啊，合金科技呢？哎，合金科技，大家看，它这个底部还是蛮漂亮的啊。问题是它有没有一直就没有过峰？这只股票只要没有过峰就支撑，如果这只股票能够过峰的话，我天哪，会是怎么样的？啊，大家看啊，这只股票的筹码峰是不是战略峰？这只股票什么时候过这个战略峰，它就要牛了。不过战略峰呢？哎，分上波，分下短。哎，大家说这只股票有没有点戏了？有没有点戏了？也就是我们缩图一看，这个是底部横的时间蛮长的一个案例，是不是？蛮长的一个案例。哎，那么就是关键这一步，我们当时就跟踪的，我记得没有过去，对不对？没有过去，它再下来，这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是黄金仓，对吧？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黄金仓啊？啊，这个长阴转株和涨停板，大家看这边缩量怎么样？这一波上涨，然后下来，是不是一路开始缩量？是不是有点形成？跌无可跌的量型，是不是有点形成跌无可收的量型？所以这样的股票今天这样个涨停强不强？很强的。哎，怎么这只股票也可以嘛？这只股票是不是也可以了？是不是可以了？今天是个倍量涨停，早盘涨停质量高不高？早盘涨停质量又高。然后又是倍量涨停，而且这个地方下来是没，前面还有个白日定量群，这个地方相当于白日定量群，是不是相当于白日定量群？所以这样的股票我们就，而且今天是过了小的奥分的，我们应不应该跟？完全可以再跟踪的，是不是？跟踪了，跟踪怎么办？只没过不了这个战略峰，它还会洗盘，对不对？过不了这个战略峰，它就会洗盘，那么我们就高抛。然后一旦过了峰呢，哎，一旦过了战略峰的话，这只股票就要小牛一把的了，对不对？就要小牛一把的。今天的涨停板是不是温和含蓄？温和含蓄的这个倍量涨停，量波又很强势。哎呀，这样一看，东西说，所以说，如果是我自己做股票，我已经够了，我就看这两只行不行啊？
哎，我要是我自己做股票，我就看着两只就两只就行了，对不对？看好的就盯个两只就行了，嘿嘿。然后有机会，明天有机会干什么就干，没机会呢，没机会就跟他再见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看，这里面就这两只就可以跟踪，下面的要不要看？这些基本上就不要看了。哎，你都不涨停板，然后这个量价建构，对吧？它同一个板块里面，它都是老二、老三都算不上，基本上都不要看了，然后再看下面的20厘米的美邦服饰可不可以看？美邦服饰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看了，因为缩图一看，哎，缩图一看还好，这个就是前期的一个大牛股，现在有一些能够逆势上涨的，往往都是这些超强庄，啊，我们现在能够上美邦服饰前期庄强不强？不要太强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太强，然后跌的到不到位？哎，跌的也蛮狠的，一个坑、两个坑、三个坑、四个坑、五个坑，哎，是不是可以这么画？哎，这里是不是小？我们画小一点的，啊，两个坑、三个坑。这个合并啊，然后这边是四个坑，这边是五个坑嘞，对不对？五个坑嘞，这边量都已经缩不可缩了，这边量是不是又缩不可缩了？是不是又缩不可缩了？都已经跌得很透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小级别的坑二拐有没有形成呢？这里面已经在形成了，今天是个倍量涨停，我给大家画画线啊，画画线。这样一画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一画，这里小级别，这是不是一个二？这是不是二二？坑转二二二，是不是坑转二二二？然后今天是什么？倍量涨停，看到没有？这量可不可以？也是早盘的，是不是过了个小的二分的？那么这边就是缩量，哎，所以哎，就是这些品种。这庄强不强？这庄也是还比较强的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比较强的了？像这种标，它本身就有连板的特征，哎，我明天就要关注啊。好，这里面我回过头去把那只股票刚才没有，我们的武定青龙涉及到这只股票，武定青龙我们昨天已经是过峰的，今天是不是看这个结合竞价结合量波？哎，结合竞价，那结合量波，它早盘是这么快速下来的，关键点大家能找到平衡点是不是在这里面？这个就是平衡点在这里，你这该跌不跌，快速回升再回打，是不是这个位置是伏击点呢？哎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伏击，该跌不跌拉升再回踩，人线跟上正三维建构，今天就是一个伏击点。好，我回过头来把它再跟大家再说一下。这个时候还是看我们这个阴同概念。所以这里面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热点板块明天要分化，我们就要找龙头。美邦服饰应该可以的，美盛文化是不是？美盛文化就不用说了，今天已经二连板了，对不对？二连板了。然后这边的缩量，这是倍量涨停，昨天是不是倍量涨停？是吧？哎，今天已经高开很多了。这个股票，按照这个还是可以跟踪，继续跟踪啊。美盛文化，我们这一波是跟的，这一波研究的是吧？这是强庄，没问题啊。然后长江健康是我们在这一波研究过的，我记得在这边我对案例交流呢，后来调整之后就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呢，不过这只股票我倒是对它一般性，这个股票我对它看是一般性啊。就是，然后创新医疗一般性下午板的，哎，就是一般性不是很强势的，微创股份也是在我眼里也是一般性啊，不是那种太，但是今天是强的啊，早盘涨停，但是明天就怕它会冲高回落，这个位置要防止它冲高回落，好吧？今天是价板量缩啊，价板量缩，微创股份，看不懂就看不懂吧，这个票我一般性。
一股份是超跌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没把握，这个我还没有把握。为什么？虽然这个涨停板很好，但是有点发烧，发烧，而且筹码转移的跌呢，基本上跌到位，但是筹码转移的够不够？转移的够不够？转移的还不够，也就是这个地方底部还要去做，还要进一步观察，还要做底。所以像这样的我就没把握，对吧？华煤控股这个比较折腾的，像这样的票，不一定说不涨，它今天是价板量缩，价板量缩，明天还会冲高，但是明天冲到这个位置肯定有压力，是不是？冲到这个位置肯定有压力，哎，有就单这样的票容易冲高回落，是不是容易冲高回落？爱因石这样的票呢，比较妖，我不太喜欢啊，我不太喜欢。也不是说非常强的那种走势啊，福日股份这节是一字，福日股份是一字涨停，它为什么一字涨停？啊，它这边就是洗的比较到位，这个坑道拐这个就不明显啊，这个就不明显，但是这个量价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主力拿货才会这样走，在这个地方主力拿货的，这个一字板的我们就不讨论了。不讨论了，要盘中观察的。美睫毛是妖怪哈，美睫毛是妖怪，有没有对人情呢？我没有跟踪，哎，这只股票也特别妖，就是美睫毛，金花拉比行不行？哎，金花拉比这个位置大家说行不行？涨停超跌了，是不是大的二澳进购，大的二澳里面小的二澳？今天涨停过这个小的澳江分，我觉得这只股票这个位置是可以跟踪的，这个位置是可以跟踪的，啊，明白了？这个量啊，就是二澳，好吧？是二澳，可以画一个分顶，看一看，在这里我看看啊，应该画在这儿，对，画这条分顶线，这条分顶线可能应该画实的。实顶，哎，这样比较好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哎，封顶线画出来的话，时间长了，一看就知道这样画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比较好？哎，跟这个地方就结合起来，就澳 Q 平衡线又结合起来了。哎，就是这条平衡线画出来，这个还不错的啊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跟踪的，叫选强者，也是早盘涨停的一只股票，历史上的庄心也比较火。时丰文化这个妖怪，我们。跟踪过啊，没有很好的这只股票，我们在这边跟踪研究过，失败了，它没上去，它就没有过峰，是吧？没有过峰，这个是早盘涨停，这个是庄家说不出来的感觉，还需要观察，还需要观察。浙江正源一般性，这个我一眼看是一般性，看到没有？好吧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是这么妖，妖的怎么理解啊？妖啊，它就是涨跌很这个，老是一会儿涨停，一会儿跌停，一会儿大涨，一会儿大跌，踩容易踩脚的，踩底的，哎，容易踩脚踩底的，就是妖庄，就是涨跌难料。哦，涨跌难料就是具体的，就是说我们强庄踩顶，精庄踩腰，然后。要脚庄踩底，哎，那么这个妖股呢，比那个脚庄还要那个还要狠，还要狠，好吧？就是，呵呵突然涨，突然给你大跌，涨得好好的，突然来给你买个大阴，哎，好吧，好，所以你看，从阴虫概念，我们今天，哎，这个就是这个还一只、两只，对吧？三只、四只。都是比较强的，然后五只，哎，可以，啊，就说我们就是这么方式跟大家交流，好不好？那么具体的，也有可能我判断错误，哎，判断的不到位，我们明天盘中再进行，好不好？其他的我们继续把我们手上的，再研究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再研究一下，龙头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跌了。但是这个是今天冲高回落的，是不是没有机会？这是没机会。不过明天呢，说不准哈。哎，
这种股票按照长阳矮柱，我们这是架板量缩的，你今天冲高直接就下来了，这个有假的嫌疑性，不排除。哎，也是阴铜概念，很有意思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同样是阴铜概念，也是分化的。所以，我们这里关键还是要紧跟强者，紧跟龙头个股，严格按照量学技术的进退标准去进退，是不是？哎，像这只股票，如果明天站稳这个高量底，然后量波强势，哎，我们又可以研究了，是不是有回马枪的可能性？那么稳一点，确认标准就是突破的鬼门关。具体的盘中看量波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研究的话，这些就要按照标准来进行就行了。因为不到一定时候，不是那个十月怀胎到一定时候。它该涨不容易，该涨不涨，就是主力庄家，他只要没有运作到位，他自己这都没运作到位，他就可以该涨不涨，有的时候还顺势，一般都是那种十分成熟了，哎，已经不得不涨的那位置，那么我们也能研究出来，就是时间周期比较长，已经濒临城下的有些股票，它就必须涨，对吧？就像像我们这种大理药业，对，大家说，大家看。大理药业，它已经运作到这么长时间了，筹码已经到这边来跌了，这边是不是异动？现在大家出图给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了？你这个庄家在这个位置已经明显异动了，对吧？你这个打劫打得这么深，你再起来，你难道还会再下来吗？大家就要思考这个问题，已经打劫都打过了。已经是不是把跟风盘都甩得差不多了？跟风盘都甩得差不多了，你再拉起来，再下来，再给人家跟上啊，再让那些被洗出去的人再跟进来吗？直接就甩开了，拉开跟风盘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像我们这个还会，这个已经到这样换手率，这几天换手率，大家看已经加起来已经多少了？已经突破200多了，这个还会再跌吗？像这样的庄家还会再去下跌吗？就很难了。哎，它是有时间成本的，好吧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其他的我就不多研究了。就是说，今天以我们一种，还是用我们五定青龙复盘，然后盯住一个热点板块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防止它分化，对吧？然后怎么样去跟踪里面的龙头牛股，他们。主要还是不定青龙的一些标准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，时间精簪一点，啊，明天晚上给大家再来讲我们的知识点，重点讲知识点，就是我们的什么七大杠杆啊，七大杠杆，所以说我们的量学 KAG LWV 技术。我们简称龙尾五技术，它已经是非常融会贯通的。可以说，如果大家真正学好了，有时间有精力，那么龙头牛股基本上是逃不掉的，可以一网打尽。啊，学好坑道拐，